英美的歌声，夸张的造型，让大众给予了吴莫愁、妖女、怪咖等封号。也许没有几个人能想象得到，那个长相和唱功均并非很突出且妖女味十足的吴莫愁，在近一年后能取得突破性成绩。有传他的出场费也逐渐飙至45万，直逼内地一线明星。可以说，吴莫愁在这大半年中是横扫了娱乐圈。